化验一下就知道了。好，怎么样？快完了吧？快了。怎么了？刚才来了对夫妻，要变成尸体，我跟他们谈了一下，先让他们等着。我估计这是他们女儿。怎么样？你个长鲁外围调查的怎么样？哎呀，别提了，头儿没法弄。怎么了？这现场周围啊，全是乱七八糟东西。 什么避孕套啊、瓜子壳啊、饮料瓶儿，没法弄嘛。遇见这么点困难就开始叫唤，不叫怎么办？就把这些垃圾都带回去，把咱们邢大平垃圾场。要不，就东找一下，西找一下，把重要证据都给漏掉了。没辙了吧？没辙找头啊！我看，得增加人手，来个地毯式的搜索。嗯。你看，按常理啊，一个学生出门。 得背书包吧，现场。按照常规，一个罪犯为了消灭罪证，是不会轻易的把死者的东西带回家里去。所以，不管是死者的东西还是案犯的东西，案犯极有可能在逃离现场的时候，中途把东西扔了或者藏起来。所以，要扩大搜寻的范围。不行，我得给柳局打个电话，请示一下。哎。 嗯，你看这是什么？应该是鞋带吧？鞋带儿啊？你见过这么长鞋带儿？那你说不是，那你说是什么？拿回去，给梵高检验一下。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李总，这个蓝色的是什么？也让梵高检验一下。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四儿，我看你都成了梵高的追星族了。呸！桃儿，现场看他完了，我可以叫他们上来吗？去吧。哎，是，明白。好，再见。常路，到。援兵半个小时就到。太好了。哎呀！注意啊！ 四姨，我的女儿，这不是真的，她不会死的。我的女儿就是去死了呀！四姨，我害怕，我害怕。你看着我，我害怕。你怎么了，影帝？你怎么了，影帝？ 是谁呀？他是谁呀？影帝，影帝，他怎么了？影帝，你怎么了？影帝，你怎么了？影帝，快回去！快回去！影帝，你看我，快回去！看着我，怎么了？快回家！我害怕，我害怕，我的四姨，四姨，常洛。 派个车把他们送回去，记住，不能有任何闪失。是。林思怡是个乖乖女，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的学习成绩在全班来说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作为班主任，我对她的表现一直感觉到很满意。只可惜是，常老师。 昨天下午学校放学的时候是几点？4:30。4:30，这么早？是。昨天下午毕业班是自习课，学校考虑到最近的功课比较紧，所以同学们都很疲劳，想让他们放松放松，就提前放学了。常老师，你知道吗？林思怡昨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和谁一块走？这个很抱歉。 前班五十六名同学，这一下课，同学们像一窝蜂的就走了。不过我可以问一问和林思怡要好的同学，我想他们应该知道。那麻烦你陈老师帮我们安排一下，行吗？好，稍等。我和思怡的家是一个方向的，所以平时放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不过昨天的时候我去我小舅家补课，所以就没一起。他没跟你说吗？他去了哪儿？没有。
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可是现在林思怡死了，我们所以非常想知道她放学以后去了哪里。我真的不知道，阿姨。不对，你的眼睛告诉我，你知道。还有什么事情？ 比林思怡的死更重要吗？告诉我，阿姨，我说了，你能替我保密吗？每个人的隐私都应该受到尊重，你也不例外。我爱上了三班的一个男生，他叫郑乐浩，长得挺帅的，他让我很心动，所以两天前我偷偷的写了一封信。 叫林思怡帮我转交给他了。阿姨，请你相信我，我对他的感情是很纯洁的。我相信你。昨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和思怡走出校门口，三班的一个男生叫邹晶晶的，突然过来拦住了我们。讨厌，吓人一跳。邹晶晶，你干嘛呢？请二位小姐将目光转向那边。 郑乐浩先生想请林思怡小姐一叙，时间15点整，地点定在。碧瑶，坏了，你爸爸来了，来了。哎，思怡，我得赶紧走了，你一拿到信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拜拜，拜拜。 后来给林思怡打过电话吗？没有，昨天下午我爸爸一直和我在一起，我就没有机会给他打电话了。到了晚上，思怡的妈妈打电话到我家，说思怡一直没有回家，我就给好多女同学打了电话，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思怡的下落。那后来给郑文浩打过电话吗？没有，他是三班的，知道他的电话。阿姨，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我刚才告诉你的，你千万不要告诉陈老师啊！如果陈老师知道了，那肯定会告诉我爸爸，那我可就惨了。你放心吧，我觉得你没有做错，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把精力放在考大学上面，因为你要知道，等你长大了以后，你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享受爱情。可是考大学却只有短短的几年，你要抓紧这机会。 我是过来人，相信我，好吗？不，这儿发现一把带血的刀。 还比较新鲜，嗯，看来就是他了。刀疤可能不太清晰，这样，先拿回去交给范刀吧。好。喂，是我。哦，妈，什么？龙龙摔了，摔得厉害吗？您别着急，我马上回去。 好吧，玉三，龙龙摔哪儿了？摔腿了。哟，这样，你先帮我盯着，我先回去看看，好吧？没问题。哎，你放心吧，让我盯着。哎，林思怡。
我昨天压根就没有看见他呀。可是你放学的时候约过他，想跟他见面的。这不假，可我在咖啡厅等了他足足一小时，也没见他露面啊。你约他干嘛？这个非得要说吗？是，郑月浩，你别无选择。前两天放学的时候，林思怡叫着我，给了我一封信。不过信不是她写的，而是另一个女生，所以我昨天给那女生回了封信。因为我们年龄还小，不适合谈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不想伤害她，就约了中间人林思怡帮我转这封信。为别的，我觉得女生好面子，一旦被拒绝了会情绪低落而影响学习成绩。我只是想叫林思怡帮我劝劝他而已。你昨天去的是哪家咖啡馆？就在学校附近，叫雨雾咖啡馆。我在那儿等他，从5点一直等到6点过才离开的。邹晶晶去了吗？没有，他通知了林思怡以后就直接回家去了。警官，我绝没有伤害林思怡，我可以对天发誓。行，小伙子，你可以走了。警官再见。现在周学生看着挺成熟的啊。我相信他。野寒，哎，这二队都成垃圾场了啊！范兄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哎，帮忙看一下这一大堆东西，这兄弟一个人也搞不定啊。余生呢？流窜到哪儿去了？刚刚接了个电话，这龙龙把腿给摔了。哎呦，哎。你说这老于大哥现在可真是的啊，你这喝水都塞牙，放屁都绷脚后跟。少啰嗦了，帮忙鉴定一下，这些东西里边有哪样可能是强奸杀人案的证据？哎呀，我看看啊，哼，从这个凝血程度上看呢，也就这把刀有戏吧。哎，别去，就这一把刀啊，你否定一大片啊。嗯，哎。一事一走吧，哎呦喂，我心里也没了谱了，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哎，怎么了？哎，我刚才突然几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走一个。那就因为你这个不能放走一个，宁可错杀一千，你们这二队就变成垃圾场了啊！范兄啊，你是专业人员，火眼金睛，就冲我大老远拉回来一趟不容易。赶紧帮忙鉴定鉴定啊！就因为是强奸案，你就捡回来这么多避孕套？哎，你小心点，小心点，别动！这没准儿就是案犯昨天晚上留下来的呢。啊！现在的案犯可狡猾了，他们也怕留下自己的 DNA 啊，所以啊，绝不能掉以轻心。对了，你还得把它拿到你的实验室再做个鉴定，看看里边的精子离开人体的具体时间，如果时间与死者死亡的时间相符合，你还得查一下另一面。如果上面的细胞与死者一致，该案的最直接证据就被我耿宇亮耿警官给抓着了。哎呦我去，宇亮，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那当然了，小朋友变聪明了。来，让范叔叔抱抱。去去去，没大没小的。你这没有用，真的。啊，哎。哎，别瞎扔，你别瞎扔啊！哎，我再来鉴定鉴定，证据越充分越好啊。月亮，你说的没错，可是你考虑过没有啊？我要把这一大堆垃圾都化验完了，嗯，估计你也该退休了吧？那案犯得多大岁数了？嗯，是不是？哎，真是啊。哎，范兄啊，嗯，你表妹胡薇。他考试考完了吧？我表妹啊，我表妹跟这案子有关系吗？啊，你个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家伙！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狭隘？有这么优秀的警官关心你妹妹，那是你的福气。我谢谢你啊！哎，你不是有一个那个小初恋情人叫那个邓小小吗？啊，不是英雄的妹妹吗？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还提她干嘛呀？哎。
月亮，在这个问题上啊，哥哥给你支个招，你真应该继续的追下去，追下去，追下去。说实话吧，本来也想追的，可这次一见面啊，这当年的感觉全没了，只留下美好的回忆喽。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是个小白眼狼。哎，你怎么就惦记上我表妹了？哎哎哎，说正经的啊，帮个忙，牵个线搭个桥，以后没准是一家人呢。哎呀，要说牵线搭桥吧，这是好事儿。再说小伙子长得又挺英俊的啊，可是这个事儿没个三五条中华烟、七八瓶五粮液，我看下不来。好啊，范哥，你还狮子大开口啊你？那算了。哎，不，范哥，那算了。哎，舅子，谁跟你舅舅？好，范行，还没成呢啊。哎，这血啊，我出定了。我回来了。哟，回来了。学校那边有线索了吗？我去查黑牛去了。邹青青，是你爸。你的班主任告诉我，在这儿能找到你。你是？警察。是来调查林思怡的。没错。坐。你能不能告诉我，林思怡昨天去了哪？下午。其实我跟林思怡根本不是很熟。昨天下午我约她，是我们班郑乐浩让我约的。郑乐浩约她干什么？我当然知道了，乐浩什么事都告诉我的。林思怡他们班上的尹丽瑶爱上了乐浩，乐浩虽然不同意，但又不想伤害他的心，所以想请林思怡捎封信回去。昨天我们是在校门口碰见的。说吧，去哪？一个充满温馨而浪漫的地方，雨雾咖啡馆。好的，我去。拜拜。事情就是这样的，林思怡是一个人去的雨雾咖啡馆吗？昨天晚上乐浩告诉我是说他没有去，这些女孩子一天总是变来变去的，难以让人琢磨。那郑乐浩昨天下午也是去的雨雾咖啡馆？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哎，怎么，警官，难道你们怀疑林思怡的死跟郑乐浩有关？不，我们谁都没有怀疑，就是普通的调查而已。郝佳，再试试有没有什么黑牛宾馆或者是黑牛健身房的。好，李四。哎哎，龙龙怎么样了？没问题。昨天啊，在姥姥家疯玩，摔了一大跟头，擦破点皮，后来上医院，上了点药就没事了。虚惊一场，这个小兔崽子经得起摔打，以后呀福大命大。行了，伙计们，来，抓紧分析案情。雨亮，还是你先说。哎，好的。根据法医的鉴定报告呀，林思怡具体死亡的时间应该是昨天下午6点左右。另外，我们还采集到的性侵犯证据分析以后，林思怡的身体里边没有发现精液，不过我们在死者的分泌物里找到了一些润滑成分的东西。润滑成分的东西，对，估计是案犯为了逃避打击，从而使用了避孕套。哼，还真让这小子说着了。什么让他说着？嗨，头儿，您不知道，我们搜索物证的时候，这小子把满山坡的避孕套全给收集了。其实也不多，也就十几个。笑什么呀？哎，讨论案子的时候严肃点啊。根据我们地毯式的搜索呀，找到了凶器，是一把单刃刀，刀上的血迹啊，经过鉴定确认是林思怡的，基本情况就这些了。郝佳，黑牛毛巾查的怎么样？哎，没线索，疼。哎，龙哥，我又来了。哎，这是用来捆绑林思怡的啊，鞋带。郝佳，你看见没有啊？我跟范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闭嘴吧，人家范大师说话，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骂人啊！他还大师呢。哎，范哥啊，真有这么长的鞋带啊？这种鞋带啊是成捆卖的啊，你要多长能给你剪多长，超市里有卖的呀。坏了，
这超市的东西啊是最难查的，这顾客一出门，就跟一滴水掉进了大海，无影无踪的。哎，周队，你看看鞋带上那个蓝色的痕迹是什么？知道吗？家用油漆，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啊。这个油漆是两个星期前滴落上去的。鞋带上滴上了油漆，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从油漆滴落在鞋带上这种分布的不均匀的情况看啊，属于案犯不经意而为之的。哎，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案犯在家里进行这样油漆工作时，哎，不经意间把油漆滴落在一捆鞋带上了，或者说案犯把这个油漆跟鞋带放得比较近，不经意间把这个油漆滴落在鞋带上了。给我的感觉是案犯的家里应该还有这样的鞋带啊，而且在案犯或者案犯的家里两个星期前曾经刷过油漆。王刚，嗯，咱是不是得查查看看哪家刷过这种蓝色的油漆？那肯定的呀。我觉得啊，你们应该把搜索的重心放在以案发地为圆心15公里为半径的这样一个区域。嗯，行了，关于鞋带和油漆的这种预言，老范就说到这儿了啊。祝你们好运 ，good luck 哈。啊，辛苦啊，冯哥。哎，再见。哎，看我干什么呀？有这么多的线索，冷什么冷？查呀！走。是。这是我的名片，希望以后多多光顾。喝点什么？你名片？请问这是你们酒吧的宣传品吗？哎，小姐，您怎么对这感兴趣？对，这是预备给客人擦场用的。那客人一般用完以后是留着呢还是带走？这说不清，有的呢就带走，有的就留下，带走的呢就给我们做广告。你们这酒吧印了多少块？哎，小姐，你是泡吧来了还是刺探商业机密的？我是警察。哦，警官小姐，那您有话直问。我这可做的是正经生意，我这顾客都知道，我是跟黄总总理不着边啊。还是老问题，这种方巾一共印了多少？这年前印的，哦，350块。还剩下多少？还是，这得派人去查一查。好，那你去派人慢慢清着，我在这儿等。那好，服务员，给上杯咖啡。客气。李亮，哎，小子又还我份儿。哎，啊，换个别的，来瓶啤酒。找死啊！哎，公安部的5条禁令，你全当耳旁风是吧？小范围的嘛，干嘛那么认真呢？
真是。哎，你买瓶酒啊，你买瓶酒，你上那个柳局门口喝去。他要不弄死你，你把我脑子拧下来，好不好？哎哎哎，桃儿，喝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查到了案犯使用的避孕套。你能确定吗？1%的肯定。嗯，上面有林思怡的下体细胞。咱们不是有个嫌疑犯叫郑月浩吗？嗯，把他弄过来做个 DNA 啊。咖啡馆的服务员已经证实了，郑月浩是昨天6:30以后才离开咖啡馆，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明。这个林思怡已经答应了郑月浩的邀请，可他为什么没有去咖啡馆，而直接去了玉竹公园的小树林呢？我估计啊，这个林思怡去咖啡馆的半途中啊，碰见了某个熟人。而正是因为这个熟人，让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去了小树林。肯定是个熟人，要不然他不可能跟那个人去了小树林。那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人是谁啊？啊？小子，我们该怎么办？桃儿，你说我们要是有权利让天下所有的男人都到咱们这儿做个 DNA， 那不全齐了吗？屁话！就是咱们有这个权利，公安部的支付得起这笔费用啊，国家得花多少钱啊？头儿，这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这孩子是，讨厌。哎，老范，哎哎，回来了。哎，头儿啊，油漆我给你弄来了，就看你对得上相对不上相。好呀，交给我了啊。哎哎，文桥，也给长官弄口喝的呀。范高，再来瓶矿泉水。我这又不是超市。对不起，警官先生，让您久等了。刚才我们仔细清点了两遍，现在店里正在使用和没使用的加起来还剩82。82？对。也就是说还有268个人的收入占了房间。应该是。好，谢谢你，老板，谢谢你配合啊。离警训还有半个月，你们准备的怎么样？没问题，涛。嗯，就看你了。没问题，涛。嗯，别的没什么，就这5公里越野，我最近有点喘，够呛哎。够呛，你必须给我吐上。补考是小事儿，队里缺人手可是大事儿。我丑话说前头，这回耳朵必须人人过关，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涛。不就是5公里越野吗？哥几个回头突击一下，不就成了吗？头儿，你不着翻脸吗？头儿，还说别人柳局压人，看您呐，关键时候也不是省油的灯。嘿，各位亲人们，老范对上相了啊！老范，嗯，收集袋上的编号是多少？4号，光华路8号院19号车库。伙计们，走。嗯，好，不送啊。好，房主来了。您好，老师傅。你好。要给你打听个事儿，您这车库的门最近才漆的吗？这个漆啊，有半个月了。啊，您漆的吗？哎呦，门这么高。我点刷的，是我们街坊那小伙子帮着我干的，那体力活都是他帮着我干。哎，真是个好后生啊！他叫什么名字？叫东明，姓韩，叫韩东明。真是条条大路都通龙马。客气什么？咱们锦衣一家嘛。来，坐坐坐，随便坐啊。小姐，需要我什么效劳？韩经理，你酒吧里。白色方巾上的黑牛和你们家隔壁车库门上的蓝色油漆和我们一起案子有关系，案子，所以我们不得不连夜来拜访。你介意我的同事看一下你的房间吗？你们愿意看随便看，反正我也没做亏心事，你们随便。谢谢。哎，喝点什么？是茶呀还是咖啡？不用了。你认识一个叫林思怡的女中学生吗？谁？
林思怡，我这头一次听你说这名字，怎么了？郝佳，来一下。不就是一捆鞋带吗？有什么奇怪？前几个小时，你都咬死了说不认识林思怡。这把刀，董然认识吗？我既不认识什么林思怡啊，林思怡，也不认识这把刀。对不起，你们搞错了。是吗？从这根鞋带上不难看出它的剪口跟你家的这捆鞋带上的剪口完全吻合。还想狡辩？警官，你们真是搞错了。韩东明，我最后警告你，少傲差，明白装糊涂。什么事儿？完全错了，韩东明的 DNA 和避孕套里的 DNA 完全不一样。怎么这样啊？我冤枉人家。韩先生，你再好好想，还有谁有你家的钥匙？楼上我姐他们家。你姐他们家还有什么？姐姐、姐夫，还有他们那孩子。知道你没有伤害林思怡，你知道吗，何千金？你塞到林思怡嘴里的毛巾，差点把你舅舅当成替罪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邹建清，那天下午放学以后，你在这里确实教育了林思怡和尹丽瑶，这没问题。就是在尹丽瑶走了以后，你对林思怡是这么说的。说吧，是哪儿？一个浪漫的地方，玉竹公园南山小树林，乐浩会准时在那里等你的。不就是回封信吗？干嘛搞得那么神秘？去不去有你，反正我已经替他通知了。拜拜。可是那天我们给他约到那儿去，我只是为了跟他说一声我喜欢他而已，没想到他却毫无理由的辱骂了我一顿。骗子，你无耻！思怡，你听我说，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和你交朋友？像你这种成天在街上和那些女混混鬼混在一起的人，也配和我交朋友？思怡，别假正经了，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你就跟我好了吗？放开手，流氓！林思怡，你敢骂我？我就骂你了，臭流氓！思怡，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流氓了！你放手，干嘛呀？跟我走！哎，你放手，放开我！你跟我走！你要干嘛？我叫你放开我，你听见没有？这种地步，如果当初他要是稍微的尊重了我一点，我也绝不会下死手的。只不过当时的时间过去的太快了，我已经完全的丧失了理智。
真的是无耻！你强奸了他，还口口声声指责他没有尊重你，你太无耻了！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知道吗？我是爱他的呢。可你最后还是杀了他，你这个胆小鬼！我要活命，我没有办法，我只能一不做二不休。走吧。赵队长，林老师，你好，你好，来，坐，谢谢，你好，来，你好。韩露，我没事。谢谢你们抓到了凶手，要不然司仪他会死不瞑目的。我可怜的女儿，她才17岁，人生还没有开始，就这么残酷的结束。对不起，我今天只给大家送点水果，微薄之力，不成性命。林先生，这个我们不能收。不，你们一定要收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代表我爱人和已经去世的司仪，谢谢你们。林老师，您太客气了。不打扰您了，我该到精神病院给爱人送饭了。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很不好，我告辞了。好嘛，没办法，这个小王八蛋还不到18岁，跟法律上说，不能让他一命抵一命。家就让他给毁了。那小姑娘才17岁，现在她的妈妈在精神病院生不如死，家里只剩下一个可怜的爸爸了。可这个王八蛋却能在高墙里面延续他的生命，他现在还能大口的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是为什么？这公平吗？这个？作为警察，我们却无能为力。我现在不知道我们这个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好佳，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你不能因为这个和那个的原因就对我们工作有怀疑。你看，咱们抓罪犯，让老百姓平平安安的，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职业存在的全部意义。咱们还是抓紧训练吧。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寻找的，就是为了寻找生命中的公平。你是我见过最棒的警察，真的。不要怀疑自己。
就是，我们二队啊可是四个人，什么时候干过三缺一的事儿？是吧，意思？没错，懒谁也拉不下你呢。得了吧你！5公里越野现在开始。来，嗨嗨。吃了不卫生的东西，我看呀，像是急性中毒性举地。这样吧，先住院观察一下。哎，孩子，孩子，哎呀，坚持住，孩子，孩子，孩子，坚持住，我不行了。谁能给我一生之